OK， 背路到啱啦，呢度落去就係香港仔。咩啊？背路，條車路盡咗啦，係咪佢變咗好窄？啲石屎路。咁啊，呢條路就 raw 過薄扶林㗎啦，薄扶林咧就多啲人行咯。咁而家香港仔上嚟咧，又少啲人。灣仔下六公里，山頂兩公里，香港仔兩公里，話半個鐘，咁落架快啦！哇！如果落大雨嘅時候，呢個都幾壯觀嘅喎。去到啲半山引水道啦，咁咧。前面就香港仔啦，而家见到啊南丫岛啦，三支旗杆，你都其实应该见到鸭脷洲嘅。咁、啊、呢条路啊辛苦过山顶，即系头先薄扶林嗰条，因为薄扶林嗰条你望住凌霄阁啊，同埋薄扶林嗰条路应该系帮你爬升咗。依家呢度你可以由香港仔零米上咧。咁好多，咁啊，继续山腰，继续落，咁继续落啦。途经香港仔华人永远分叉，呼，以前看看什麼背水一戰，背水40公里失敗了，到這裡起點，這裡終點，轉下去香港仔，這裡就下回來 Purise 背路道，這裡有漁江道街市，很鬼斜的，今天直落有廟，可以去海邊的公園的，今天上橋，咁隨你點去啦，總之去到條橋就得啦。咁過呢條大馬路，上呢條橋，有一個網球中心，呢度上。香港仔个盒啦，咁啊，隔篱咧系跌落。今日唔晒，不过好湿，好湿。咁嗰个假肉柜啦，呢个先系真肉柜，我哋而家上去呢个，然后再去呢个鸭脷排。原车路啱左边上。直去，大概九个字去到桥，因为有啲攰啲。东村喺入去，楼与楼之间应该有路，山路上。李东村就喺度，做麦记啲。佢喺个城巴休息亭后面咧。又見到有路上儲水庫山路啦，三條樓梯啦，右邊啦，中間啦，左邊，地圖顯示就最左邊嘅，近住個配水庫坑。呼呼，個顏色大啦，不過繼續應該用啊，右邊條路啊，我睇睇先，啊，就兩條路都得嘅。凭感觉，我觉得呢度似只多啲啩，咁就咁样上啦。好，一个回望，利东。喂，
涼水不足不宜啊！哇，個假肉貴，假肉貴過嚟呢度都辛苦喎。我呀，第一個假打卡點啊，望到山頂，望到假肉貴。唉，差唔多。哦，不斷有警告啊！我叫你唔好天黑先落山，玉桂山，好啊，有翘拗曲嘅依家，应该系200多米啦，都唔够狮子山高。但系见到个天气麻麻地，不过今日都有啲热衰竭，系咁流汗，好辛苦。我仲谂住去鸭脷排之后再翻嚟，再去南朗山。即系海洋公园嗰度，但我谂冇乜可能啦，好攰啊而家。去到鸭脷排翻转头已经好好。1公里啊，我大概用咗个半钟先至熬到嚟呢度。其实9个字已经去到桥噶啦，好多鹰，好去鸭脷排。咁啊，要有呢个神山神气啊，遮。哇，不过热衰竭啊，真系。凉啲好啲，好，一路落去。佢话咩呢？1941年圣诞日，正正第二次世界大战，香港殖民政府日军投降啦，系啊。著名嘅独角将军陈策，当时嘅国民政府喺香港最高代表，联同英国、中国官兵68人，为避免落入日军咧，佢话突破日军重重包围咧，逃离香港。都话午3时，官兵乘日军在湾仔区向中环进发的时候，他们有车高速由皇后大道往西经薄扶林奔驰到香港仔，即是这附近，计划就坐鱼雷艇走的。当时海军剩下5艘鱼雷艇快艇，3艘停在鸭脷洲后边小海湾，另外2艘降线湾牛奶公司码头的，现在叫数码港。突破重围境间经过了南区香港大学、玛丽医院、香港仔鸭脷洲等等。咁啊，登陆大鹏湾徒步4天，约80里外嘅广东省，即系走一粒。然后咧，约50人嘅英国皇家海军成员咧，继续行程经过缅甸，翻英国，前后历时5个月嘅，犀利啊！哇！呼！咁前面就有鸭脷排啦，哇，都好大个嘅鸭脷排。吓、啊，隔篱中间有个小沙滩，好国际啊！咁呢度望海公园啦。上嘅呢个波幅 OK， 比上嚟嗰个时候咧个尺度冇咁大添。咁啊，前面有海洋公园，咁啊多烟霞，能见度差啲。前面都有打卡，好，我去啦。世外桃源啊！打卡位，好似上嚟嗰条啦，崎岖啲啦。
有二色型打質咁慢慢落咯，唯有冇辦法噶，唔好踩碎石啦。好似長洲嗰種成因咁，兩個島連埋一齊，嗰邊媽媽島啊，大嶼山，嚟曬曬，好，繼續。哇！主要航道鴨脷洲和南丫島之間，大嶼山之間，繼續仲有得去，貨輪幾大，剩下應該三四百秒水上翻肉桂，可能已經飲曬，慳啲使。Give us. This is. 有一個鴨脷牌嘅天涯海角啦，好攰啦，今日我諗。搭翻金鐘線翻去算啦。以前呢度有個炮台啦，咁樣嘅。有個塔嘅喎。但係依家呢個位 OK 啦。再落去都攰啊。鴨脷牌嘅天涯海角，仲有個燈塔。我想唞十分钟回去了，有摊咁啊！现在3:24啊，我1点喺山顶落嚟啦，用咗2.5小时，8.4K 到啦。我想我要用个半钟到啦，回去利东村啊，即系5点。靓仔喺度。很大哦，好，哇，人钓鱼啲啊，快啦！边个孝子贤孙会嚟阴公？哇，我喺即系以前小艇，唔会行过嚟咯。仲有玉桂山。哇，咁样睇嘅时候好沮丧。右手边呢度咁样上就唔使拉绳。600米啊，呢个鸭脷牌横跨咗之后就过呢个沙滩仔上玉龟。遮晒皮。收水上乐园啦，海风雨啦，即系过到去麦当劳啦，麦当劳似我哋噶，上十步头。跑五至十秒就頂唔順啦，捱完第一階段啦，仲有三，
200米落到底就有可乐，冰冻冰水，呼，我嚟啦！奶茶、可乐、冰水，就到啦！哇，不止两日啊，4.9啊！即是要1.3小时三个字，我熬翻出嚟好攰，因为喺山顶跑落嚟，虽然跑落嚟系等长收缩啫，哇唔点啊，仲话去南朗山喎，冇可能啊，南朗山下一次啦。如果你喜欢以上嘅影片，请 like、share 同 subscribe。我谂我食完换完衫，食完麦记就搭地铁啦。See you guys。好，出发，移动。啊，利东站就喺巴士站隔篱啦。攞嚟食啊！十分钟，快啦，快啦。好，要大家乐啦，大家乐都好啦，大家乐。